就是因为就是偏乡的学校的教师，其实他们除了教学以外，通常都还要身兼行政工作，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也很难在学校里面跟主老师进行共备，除非说他像是民族实验学校，他们比较有共备课程的机会，对，那时候才有可能进行共备这样子。好在就是老师年纪偏大，所以在使用媒体数位教材上面，他们在操作上或者是独立操作没有经过适当的引导或者是学习的话，可能独立操作是会有一点点困难。老师们的话，你可能要说，如果表现得很好，我会唱一首歌给他们。大飞马等等，大飞马等等，你真的厉害，真的很厉害。那用这个方式，他们就把这个经验交到他们教学现场。比如说在教小孩子的时候，小孩子就很开心有一首歌，但是其实已经学会主语了。然后教他们一些问候歌，就是称谓的问候歌。那第二个主题就是语言的变异，所以从这两个我们可以看到语言的及物性。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啊，是经典中的经典辩论，它是怎么说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本书里面在乎的是 typology， 也就是到底这么大广大海域里面这些语言有什么共通之处啊。你要干那那我们给是日你沙浪，好，沙浪从那里吃了一点饭，也就是沙浪从那里吃了一点的是什么呢？是那个饭。我们看这个主格在哪里？吉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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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猜猜看，它那个吉利是吉利是话的意思，然后它重叠之后会变成说话痨语言。啰嗦。哎，不是。话痨。不是语言。语言，当然是语言哦。这个字是，老师可以再念一次吗？吉利吉利，你应该应该。你应该。听董老师的 L 怎么发音，请再念一次。
咪咪啊咪爱，你看它的 L 跟 I 放在一起变五个人。那门拉拉尼玛，我们六个人。米洛，达奥达奥，阿伦，伊多，小王。在小学开始等地教授跟曼兰语，但是，学习这个语言的学生远远少于阿美族语，因为阿美，我觉得就要看我自己第一个想到是说，如果我是来自于这个部落，可是我老师不是，那我学到的东西就会是这个，就是学到的语言就不会是属于我自己部落。对，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可是只剩六成的学生可以正确发出这个音，然后其中又是一个新的语言的时候，如何不受到母语或第二语言的影响？来，我觉得那个影响的时候不一定是不好的，对，因为像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策略，有时候一些节南岛语，然后特别举例达悟语出来影响有关。好，这是他三个假设，然后他是使用变异分析来那就是会不会就是例如说达悟语会可能受到中文的影响，然后它的 motion event 的表达可能也会渐渐这一篇研究它主要就是在说我们达悟语里面的情绪词汇，就是它怎么用语料库，从语料库很大文本源去找到达悟语的情绪词汇，然后再对它做分类还有分析。好，那一开始呢就是那个接下来他就讲说再讲是一章。好，那十二十三章它主要讲的是联动结构还有补语结构，然后挑这两个先讲，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有点像，但是又不一样。介绍当时我们在大学会有一堂课叫做印母语创意学习，然后老师分析他在这个课堂中结合这个数位媒体App， 就是应用程式的设计的这个课程。那我们就是要去教那边的主语老师相关的那个达悟语的内容，达悟语的教学，那你要提供数位工具啊，那当然你提供以前你不能说我现在就是这个啊，你要先了解说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啊。或八种的原住民语言哈，那这些原住民语言的话，那我们如何呢有来建构 WoNet， 到底 WoNet 在原住民语言建构有没有什么意义。相信你们都应该是输入声音而不是即时录制的，或者是文字转语音，这个不太适合达悟或者是台湾的，好，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就是人物他怎么样去增加他的动作。请婉仪说一下。我要做的是终极课程的买菜的那一课。哦 ，OK， 所以有人搭飞机，有人买菜，那我们现在进入嘉荣。哎，你的声音要大一点，你那么美丽的声音听不见呐、啊。老师可以做达悟语口语资料总览网的吗？其他人都听见了吗？是我耳朵背吗？听不太清楚。他说他要做达悟语口语语料的。的什么？阿公再见。阿公再见。哦，阿公再见。阿公再见。就是那个把那个阿公丢到那个岛上不理他的那个。OK， 好。比如说他可能死亡啊，对不对？好，那他上面的那个图表他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尽量去填完整。另外一个就是这有两个表格，就是好 address， 就是你要去称谓他有两种，因为他去世了，所以小曼还是他停留在这个阶段，有没有？可以哦。而且因为那个达悟族他是以一个最家族里面他最大的小孩，命我加一个那个你的滑鼠的那个左键，同时按。哦，好了，有没有？
好好啊，然后刚才就是说我忘记讲，就是像凯虹讲了，你要解除那个亲属关系，就是把他拉回去，嗯，拉回去以后，妈祖的那个等号那边他就会不见了，就关系不见了。嗯，好，对，谢谢老师。好，我现在想要做的是用达悟语的方式来介绍我的家庭，然后是以我为出发点，然后我就把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西啊西曼啊那个很酷，所以我就把那个称谓我看一下你那个亲属称谓你还没输入吗？对不对？对对，因为我还没有找到达悟语那个亲属称谓的那个。Welcome to TAO Voice Toddler Cards App. Akash. Amma. Okay. Akash.Mga kunyo, sadya ka mo pala. Ana.Naipanci at nurarako rito. Mitap.选择一个主题，点选图片，然后听答物语发音。哒哒啦，吉纳难。亚尼玛伊西亚克。西卡卡玛。Siya tanurarako rito. Mitapalan? Inyo na mga kuinyo. Pasang kamo diyaw tatalan. Yaraku kaysakan. Mitamani siyapat. 点击图片听答物语发音。Ama.Ina, kaminan. Yanimai siakai. Yararakura na siakai. Kaman ngudang makajimilisan.Kumapad ket sungaran. Mitametamek. Cimoy. Ano'y mga kayong mga bisanuri? Tapararangan. Kumapad ket sungaran.Ya piram pad keten. Ya doa. Ananya mai upana narang asuya kana halilau.欢迎使用达悟语学习语音图卡的，请点击名称选择学习项目。阿盖
Agus Anak Agus Yamien Shufai Waramong Ananya mai upananaranga suya kana alelo taun mita palaci taun ta alayana mianang Aki yana ma a nangwa a pagkababan no smata ka. Pagkabaso anana kamasiswe mo nga pasa akaw. At yaw ma a minachilay mato alits na am. Pagkabaso anana kamasiswe mo nga pasa akaw. Agi yana ma a nangwa a pagkababan. Kajaranan. Itten. Itten. Tipa Paulinga. 这是鼠哥。对，没错，这是鼠哥。好，我再解释一下，就是你看中文是你把水喝光嘛。然后我使用的语料是菲律宾语金发姑娘的故事，然后设计的这个的教学目标是比较结构，然后课后的练习，所以题目就不需要太难，而且它是一个就是趣味性的东西。那再来是要怎么设计？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组成？然后发现词根的话，就是我觉得，哎，像是很容易，然后它是可以用于教学亲属称谓，而且这个软体的成品是很容易，就是跟同侪互相分享。我是方宇，然后因为我自己是爬完组，所以我的亲族数就是家族数，我是用排湾族去做。好，然后这是大概，或是当爷爷玩的点，就是除了你可以教小孩，就是我觉得我在想这个教案的时候，我是以国小生为主，所以我是觉得说小朋友跟华语教学一样，就是用一个有趣的线上游戏，除了要做小测验之外，就是课中间做小测验之外，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回家课后复习的部分。那分享一下我这两个礼拜的算是实习的心得好了，就是也是很感谢这次的机会让我可以来参与这个达悟语的线上课程。那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没办法到现场就是跟大家见面，有一点小小的可惜，然后不过还是因为仰赖就是有网络的关系，大家就可以就是聚在一起，觉得蛮棒的。然后这一次算是我第二次就是教达悟语，因为我们在课堂上我有就是教学生们，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是读着何老师的文法书，然后一个礼拜就是跟老师书信来回，跟老师说老师这个是这样子教是对的吗，然后要怎么修改，老师又给我很好的建议，然后所以这一次就算是教学的时候，我会觉得比较驾轻就熟一点。当然我知道是不是大家学习上来看的话，因为我们每周可能我讲大概十分钟二十分钟，然后内容又那么的多，所以一定会就是学不起来，或是觉得哪边有点不太懂的地方，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挫败，可是不要就是放弃，因为其实就像老师之前一直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这个族语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就是学习起来的，那就是如果大家就是持续下去，就是认真的就是练习啊，然后去了解这些变化的话，一定有一天可以出头天，一定会开窍，然后了解到这些族语的使用这样子。再来就是我要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远距教学起来发现真的焦点好难，就是可是难就是难在于很多老师他们都是自己会讲，但是一碰到焦点然后那种文法东西，然后就被打败，然后就变得很没有信心。可是我想要跟各位老师讲说，就是不要被这种文法东西打败，因为你的智慧量还有你的那个脑袋里面的知识已经胜过我们这些等于说外语的学习者，你已经赢在起跑点上面，这些文法东西只是需要时间去搞懂它而已，所以不要害怕，那个就像是正如老师讲的是一种武器，
你只是需要把它拿起来，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奋战，所以不要害怕那个东西。然后我觉得也因为这个课程让我真的发现说，就是中文跟英文影响真的很大，没有办法，我有时候脑袋要转另外一个。好，那最后我就分享一下我的小小的心得这样子。好，那就是一样是很高兴，就是也很感谢有这次的机会来这边和大家一起参与这个课程。我觉得每次接触达悟语就是都会有不同的礼物，就是从一开始完全不懂，然后到上过研究所的课程之后，然后再一直到这一次的师资培训的课程，尤其是这两周的课程，因为是很密集的在接触达悟语，还有一些就是被指派要介绍的一些达悟语的结构，所以会觉得让我对达悟语就是有更熟悉一点的感觉，不像一开始班那么这样的陌生了。而且那个小组讨论就是我觉得就是也是像大家说的，就是一个做中学，就是当你发现说我可以，当发现自己可以解决一点组员的疑惑的时候，我觉得会给自己带来一点信心，因为本来就是我就不会说台语，我是也是二语。简短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当然就是要先谢谢佑华老师还有信飞老师完成了我们的作业，太好了。那当然过程中就很谢谢玉金老师的大力协助，因为就是除了因为我主语也不是说特别厉害，所以当然在分析上面会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会觉得说这方面有玉金老师的教导，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出力的地方，当然就是写教案的部分，还有制作数位工具的部分，我可以做比较多，就是出比较多力气。那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可以协助他们完成就是这整份作业，我觉得感到非常的开心。那也谢谢就是月华老师没有放弃，然后信飞老师过来支援，真的是太好了。想想好，谢谢大家。就是我的两个组员都很厉害，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分组讨论的时候我几乎不用说什么话，就给他们小小的提示，然后他们就会想到很多东西，然后就做下去了。然后而且我觉得到作业五之后，他们就提了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他们用垃圾车然后做贴图，就觉得很有趣，就觉得他们进步很多。然后我自己也是从都不会答物语，然后到上学期就是似懂非懂，然后经过这两个礼拜，然后想要怎么制作 PPT， 要怎么教授助词之类的，然后就觉得我对达悟语就更加的。